第一名哦，奖牌里面奖金八千。我管是全国第一大的产产地哦，拢总有500多公顷。咱的目前呢，伫咱二林地区都有300公顷吼，那会使讲是咱彰化县上大的所在。所以呢，拜托咱二林农会来替大家来举办红龙果的比赛。今仔最主要是要甲大家报告哈，咱即马开始要来收件，我们时间在9月6号要先报名了哈。9月6号要报名，然后在9月9号，我们会在二林农会的这个3楼来评鉴，那把我们今年度最会种的、最好吃的红龙果给选出来。啊，红龙果有分两种，一种是白肉，一种是红肉哈。那白肉、红肉都很好，它膳食纤维很高。那如果红肉的话，它的这个花青素，还有它的个甜甘，这个还。甜菜干哦也很多，所以都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喜欢让肠胃蠕动舒服的人来吃哈、哦。那我们的农民呢很用心哦，平常我们是5月到11月是我们的产期哈、哦，他们经过灯罩可以全年都生产了哈、哦。所以咱大家即马吼食红龙果，龟泥烫天龙骨哦。那我们的农民不断的改良，那在比赛的过程中哦，第一要看他的这个。外观哦，有水无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爱看伊有够叮当无？哎，好、哦，过来看伊的这个口感好哦。过来上尾点就是看伊的甜度有够无？用这4个样子来做这个评选，那把我们这个今年度彰化县最会种的、最好吃的红龙给找出来。所以比较好用哈、哦。还有一点，它要符合我们彰化县的3张1Q，它才可以来报名哈、哦。那我们呢有白肉种的有红肉种的2个评鉴，那分别冠军会找1个，那亚军2个，啊这个殿军是3个哈，啊然后呢替他们呢来一起来做行销，也提供给我们乡亲最好的红龙果，到底生产在哪一个农场哈？啊在这边要特别谢谢我们二林总干事、二林的农会团队哈，足用心的，这几年不断的把咱的红龙果哈给发扬光大哈，所以呢才会你看。这样水当当，还阁好食。然后借着评鉴，大家互相来研究、切磋，然后提高它的这个品质。所以目前彰化县在地生产的红龙果的品质啊，出里拢甲人真好，通拼的吼，袂甲输人啦吼。啊，今年的火龙果啊，因为品质真好，即卖目前的价钱也是比去年较好啦吼。啊，这就是爱感谢咱政府的支持吼，啊，给咱县政府的支持、县长的支持，啊，咱的农民朋友吼，啊，真认真。啊，投入伊即个整体栽培的即个功夫吼，所以讲品质好，啊，价钱好，佮加上因即马拢有啊3张1Q，啊，予咱所有咱的啊即个消费者会当食到安全、健康、好好食的彰化的火龙果。第一名哦，奖牌里面奖金8000元。